东森特卖会特别严选来自韩国的 Plan 36.5 安瓶面膜，特色是以高浓度精华压缩的安瓶成分制成不同功效的面膜，来达到每天一片，肌肤水嫩。此外，安瓶还有助于抑制平衡油脂分泌，收敛毛孔。安瓶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喜爱呢？就是因为呢，它是浓度高的精华，它的分子非常的小，它非常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被我们皮肤所吸收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比一般保养品的效果能够更加的持久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上呢，它的面膜已经浸沉在非常饱满的一个安瓶精华液里面，把它拿出来的时候，哇，它的 size 非常好，它可以完全把我们的脸完全的包裹住，让你护肤不留缝，呵护百分百。不仅如此，韩国 Plan 36.5 安瓶面膜还一口气推出五款面膜选择，均有改善皱纹与美白功效，分别是干细胞紧致面膜、积雪草加茶树抗痘镇定面膜、美白提亮滋养蜂胶面膜、VC 美白面膜以及神经酰胺体紧致面膜。它还有哪些功能呢？它包括了有修复我们的肌肤、定妆、隔离、防护、舒缓，同时还可以抑制平衡油脂的分泌，能够收敛毛细孔。如果我们在脸上看不到这个我们的毛细孔的出现的话，哇，你的人就整个就年轻五岁了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 Plan 365它最重要的一款的这个成分呢，就是 Oriental Tea Complex。 那么这个成分已经受到了全球知名有机产品的认证，您可以使用非常的安心放心，帮助爱美观众长保弹性肌肤。韩国 Plan 36.5 安瓶面膜独家优惠，再送同款精华一瓶，且含税免运费。观众查询更多详情，请上东森特卖会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